们谁叫龙二啊？没有，哪有这么二的名字？我是龙二。静美，这次真谢谢你啊，给他们这么好的机会，还提供练习场地。说什么呢？是我该谢谢你好不好？剧组要人要得急，也就只有你才能够把人给码了。谁让你是亲闺蜜呢？来来来，弟弟们，剧情大家都了解了哈，时间有限，大家都抓紧练习吧，好吧？好嘞，姐，放心吧，没问题。这奶茶喝得过分了吧？来的正好，开下门，开下门。开什么门呢？我们这里是私人场所，你别捣乱啊，赶紧走。我知道这是私人场所，我是龙一，让你开下门，听得明白吗？不是龙一怎么了？我现在正式警告你，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我就报警。哼，走。你挺尽职啊，想换工作了是吧？快走。你这，他一直在敲门，不能让龙少爷。什么龙少爷？快快快！龙少爷，这是龙少爷。少爷，他不知道是龙少爷，我没见过你啊。哎，龙少爷，张静美，哎，龙少爷，龙少爷，你慢点儿。哎，龙少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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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实在对不起啊，龙少爷，我没怪你。龙少爷，龙少爷，龙少爷，他新来的，不要怪他，不要开除他。对，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少奇，立正。罚站两小时。是是。哎，路上你慢点。开我的。慢点啊！什么呀？我这俩眼云可就交给你了，帮我照看好啊！哎呀，你放心吧，赶紧去忙。瞒着我。依依姐，哎，依依姐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导演正在找你呢。哦，那我们赶紧去。依依姐，哎，大家跟我一起走，跟我一起走。后面的跟紧啊，后面的跟紧，跟紧，快点！姐，这是我姐们带的两个艺人，形象都挺好的，形象挺好的，笑一个，一会儿签个名啊。行行，那你忙姐。挂脖子。张依依。像吗？嗯，站进去，我站个锤子。采花大侠。不对，嗯。那就辛苦姐多照顾这两个新人哈。可以，然后这正得领上，歪了。来来来，大伙记得把名字都签一下，依次递过去啊。人都齐了。哦，我知道。您多照顾啊。行，你放心吧。给。行，签名。哦。不知道，真的就是这个。蹭的油都没给我弄。你写的这什么？你当自己男一号啊？待会儿怎么给你发酬劳？什么酬劳？你看人家写的清晰正楷，按人名结酬劳，你这写的等会儿直接跳过去了，赶紧改一改。哦。哎，等一下。剃个光头。哎，刚来啊？嗯。长得挺帅，造型不太好，把脸给挡住了，下次换个造型。哎，对了，等会儿死的时候记得脸朝上。离主角近一点，一会儿还得死啊！对啊，你看那两个，一个是群头，一个是演员副导演，要想混得好，得先跟他们两个人走得近才行。是吗？嗯。那我喊到名字的人，答一声到，好吗？孙敬明到。
贾小强到，王志到，宋广伟到，龙二，你们谁叫龙二啊？没有，哪有这么二的名字？我是龙二。张一副导你好，我是龙二，请多指教。请多指教，跟我走一趟。龙二，你不是去龙美岛了吗？张依依，你上午的奶茶喝得挺滋润啊。你跟踪我？哼，笑话，我堂堂的龙大侠会跟踪你？我跟踪的是我的老婆张静美。哎呀，好了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瞒着你，可我也是有苦衷的。什么苦衷？张静美是龙太太这个身份太出名了，剧组的人都不敢用我。谁敢不用？你看，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，人家才不敢用我的嘛。那你干嘛非得让他们用啊？依依姐，导演找你了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就去。好了，我要去忙了，你别闹了，赶紧回去，咱们晚上回家是吧？我不回。那你要干嘛？我演戏。你呀？我怎么了？看见没？通过面试了，看见没有？哎呀，你别闹了，龙少爷。对不起。我是一个演员。旭哥，您消消气儿，之前导演也是一时着急，不都是为了能拍好这个电影吗？是吧？拍啊，没说不拍。你们接着拍呗。哎，旭哥，依依，要不让旭哥先休息一下？姐，俩小时了，你看我演员都在地上躺着等着呢。哎，走。哎，张静美，别动！一动穿帮不接戏了。接什么戏？你没看都罢演了吗？哎呀，你别管他们，管好我们自己就行了。不是，那张依依怎么办？依依姐吃的就是这碗饭，你要真为她好，就别给她添乱了。你这一动地方，一会儿挨骂的还是她。就是。不是，那你们就这么看着一个大男人欺负她？这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嘛。工作，工作，什么工作？不，这有什么意义啊？你们几个在这儿躺了一上午了，一句词都没有，动都不动，你告诉我这有什么意义？龙二哥，我们也是有镜头的。是啊，上回我也演过死尸，但我妈还是在镜头上看到我了呢。人活着就要追求自己的梦想，这就是我们的梦想。嗯。